黄色、蓝色、橙色、唔色、绿色、啡色。我是一个男人。翻学等课好啦，放学任何咯。咁不过我都好享受喺学校嘅生活啦。其实因为学校入边有即系一班好好嘅同学啦，同埋其实学校入边有好多即系活动啦，所以系即系我会好享受喺学校嘅生活。消遣消时间。翻工系为咗赚钱咯，为翻工啊，翻工咪搵食咯，咁同埋增广见闻咯。翻工系令生活嘅质素提高。家庭系有爸爸啦、妈妈啦、B B 咯。咁，但我哋冇 B B 喎，咁就算唔算系家庭啊？应该系爱嘅表现嚟嘅，因为我觉得有家庭先会有我。都系啩？都系咯。生活系。揾錢過生活咯，因為你生活你要做好多嘢噶嘛，即係基本嗰啲又好，有啲其他娛樂消費又好，咁但係係生沖涼洗頭啦。生活我覺得最重要要識得去點樣去享受生活啦，開住 YouTube 啦去聽，同埋我覺得生活係一定要有夢想嘅，因同埋係為咗夢想去努力咯。生活是要应该是要起电视啊，应该要机做电视上网。生活是清洁啊，正自己存在咯，啊，执下嘢咁咯。咁你要达到嗰啲嘢，就要有足够嘅钱去做嗰啲事。所以生活就揾钱去过生活。就咁咯，就系咁咯。就系咁咯。明天我们好好的过。就系咁咯。